小哥，我们去看第二间好吗？哎哎，好好好好，就去看第二间。第二间一进去呢，我就冲到一二三楼，把窗户全部打开。他就在一楼，我到三楼，他怎么没上来？我就走下来看他，他说。这个一楼挺好的，一楼挺好的，但是二楼三楼不上去，怎么可能会买？对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说，那我们去看第三间。所以他不讲什么坏话，不太批评，是不是？不批评，只说一楼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就是二楼也不去看了。我觉得跟他相处很多智慧可以学习。那这个有时间我们再慢慢说。是。然后呢，我们去看第三间，一看这一间，然后就这边走走，那边因为太阳很大，我就撑了一只大伞，我有带一只大伞哦，因为我怕他怕晒，我知道他怕晒，我就在后面这样追着他，他走到哪我就撑到哪，然后撑完以后他就站在那个树下这样，哎。周末晚间8:55等你上线。